沈老板，您右手缠着沙袋不太方便，要不您说我写。这样啊？没有。沈老板，您请说。赢。岁月如史，疏忽您，终不见汝只言片语，五星奇迹，乌梅一如，辗转难眠，情难自禁。与汝相识，实乃三生之幸，然有幸，却非有缘。吾与汝相隔千里，却是万里衷肠。只盼两心相知，不负韶华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真的是你？是我，真的是你。是。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。我来看看你说的这个泾阳以外的世界。你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。我带你出去看看。你看前面这家陈广记珠宝行，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，而且老板与我很相识。这里你应该好好看看。香港上海汇丰银行。什么叫银行？类似于我们那边的钱庄，但是呢比钱庄更加灵活，业务范围也更广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当然，跟我来。明凯先生。嘿、hey, 沈先生。哦、oh, 你这请。你的手没有问题吧？放心吧，没关系。OK 好。Please 请请坐。沈先生，好久不见，你有什么事？明凯。这位呢是陕西机器织布局的会办。哦，陕西机器织布局，我当然知道。哎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哦，请坐。夫人愿意成为我们的客户吗？我？对呀，因为我们非常愿意为夫人这样的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。个，服务。对，最近夫人需要现银吗？你现在只要有陕西机器织布局的股份作为抵押，100万白银我们都可以提供。他是想买我们股份？啊，不是不是，他是说拿你们的股份过去抵押，100万金额之内他们都可以贷款给你。
这是大海，海的那头是哪儿？是另一个世界，那里有更多的机会，更多的财富，还有更先进的文明。你看到那艘货船没有？西洋的货物就是通过那艘货船运回我们中国。 我们中国的货物呢，也是通过那艘货船再运到美洲、欧洲。那最远能去到哪儿？世界地图上有的地方都可以去得到。世界地图。嗯。逛了那么久，你肚子饿不饿？我请你吃西餐。西餐是什么？ 真没想到会发生那么多事情。四叔虽然不在了，但是还有我。爹走了以后，我才发现，爹说的都是对的。想做什么，立刻就要去做。所以你就来上海了。 知道我为什么来上海吗？在泾阳惹你爹生气了，被你爹赶出来了。我来到上海呢，一方面是想为我们沈家谋求另外一条出路，以免受到龙生河的挟制；而另外一方面，我真的是想把星月贸易行越做越大，挣很多很多的银子。 这样一来，我就足够有底气跟我爹谈判任何的事宜，包括娶我最爱的女人为妻。沈恩，克劳迪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从陕西来的吴夫人，是我的好朋友。啊，这位是克劳迪，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。啊，夫人您好。 你好，你好，克劳迪啊，你真是来对了。这位吴夫人呢，她是陕西非常厉害的商人，她这次来上海就是想寻找新的生意上的合作伙伴。你们可以好好认识认识。那，这是我在上海的洋行的地址，你有空请过来看看。啊，好，一定前来拜访。我订的船15天之后就起航了。 我的生死怎么还没到上海呢？这点你放心，你的生死啊已经到江西了，7日之内必到上海。啊，太好了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耽误的。啊，我告辞了啊，慢走。哎，你在和洋人做生意啊？是啊。很麻烦吗？其实大部分洋人呢都是讲道理的。 而且也讲诚信，他们最看重的就是契约，一旦签字画押一定要遵守到底。洋人怎么实在？这菜摆的跟画似的。哎，筷子呢？啊，就用刀叉。啊？学着我。 自己带把好刀来。
哎呀，行，来吃我的，还行，挺好吃的。啊，我自己来。对了，我寄给你的电报你收到了吗？ 收到了，两封都收到了，都收到了。那你不回我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回就不回吧。你能来上海，比回我电报还开心。你别高兴太早，我不是为你而来的。那你是为谁而来？我是为生意而来。我就想来看看，能不能把吴家的货品卖到你说的世界去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 Masha. Today is my birthday. Would you like to dance with me? Okay. Is 这样吗？